今天尝一下这个米线，新到的。锅中烧水，把米线拆开，这个是米线，还有个酱料、麻油，还有个调料包。把米线像我这样给它弄松散了。水开，下入米线，再下入自己喜欢吃的丸子，还有干豆腐。然后把调料包放里，再把青菜放里，煮好了，再把自己喜欢吃的麻油放里。米线煮好了，吐了一口，这玩意儿就是烫啊。这个里边不带那个醋包啊，喜欢吃醋的可以自己在家备点醋。太烫了，但是味道还是可以的。这个丸子煮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切切，切的我感觉吃着比较有味儿。